延续前九年艺坛大佬刘奇伟的作品，马年生肖纪念版悠游卡即日起开始限量发行。因应新年气氛，现场业者不但大方送出各式豪华图样的悠游卡，主办单位还现场开放前35名排队民众进行彩球抽奖，最大奖可以直接1元换购今年的套卡，吸引民众早早来排队。人气元仔造型悠游卡、怪兽电力公司、海绵宝宝，还有展现人气大猫熊母女档的文心图样，这些都还只是豪华赠品的冰山一角。配合今年的马年生肖纪念版悠游卡起售活动，现场有彩球选号抽奖，迈入第10个年头的生肖悠游套卡是每年死忠卡迷的重头戏，吸引民众排队来抢吉祥号。您要选哪一号？168。0168一路发。他前面已经发现9年了，都是刘老师他维持他一贯风格。生肖我是一定会收集。今年生肖纪念套卡版面风格延续艺坛大佬刘奇伟作品，骏马奔腾与亲子温馨的画面，情感温厚，色彩温润，简单的笔触画出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的这些特色出来。那当我们的这个生肖悠游卡的话，那个更显得非常的有特色。他很喜欢很逗趣的那个样子，那我们从刘老的这个画画的这种精神就可以知道他的人生观。3、2、1。游卡业者发行马年生肖纪念套卡，今年外层卡套有飞马奔腾的刻印，加上仿棕毛装置及铆钉元素，也有董事长亲笔签名的钢印认证书，每套1200元，限量只有1000份。前35套吉祥号码套卡可以现场选号。目前已经超过4200万张的游卡，那将来因为各式各样的这种新的版面会出来，那这样的一些特殊造型的或者是那个装饰品的这些悠游卡呢，我们会陆续的继续来出。对生肖套卡有兴趣搜集的民众得要加快脚步。新唐人的电视林嘉文、宁云翔台湾台北报道。